大家好，欢迎来到小 G 视讯的频道。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在个人成长的旅程中，我们常常发现生活的柔软之处，需要我们以谨慎的态度应对。处理感情问题时，如同对待世子，需要用心体察他人的情感。 理智而体贴的采取行动，对于家庭纷争，柔软的方法可能包括倾听、理解和调解，以确保家庭关系的和谐。而在制定个人发展计划时，我们也需要对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进行细致入微的规划，确保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不失去生活的柔软之美。 与此同时，生活中的坚硬考验需要我们拥有更为果断而坚决的决断。在职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我们可能需要使用更有力的手段，如同对待坚硬的枣子。这可能包括果断的决策、勇于面对挑战以及迎难而上的勇气。面对重大决策时，对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然后果断的采取行动，就如同用棍对待枣子。 能够帮助我们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保持坚定和稳健。在人际关系的复杂网络中，理解并应对不同性格的人也是一项重要的技能。某些人可能需要我们的耐心与温和，就像对待世子一样，通过细心倾听、善解人意，我们能够在人际关系中保持和谐。而对于一些坚定而果断的个体， 我们或许需要展现更为果敢的一面，如同对待枣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的沟通风格和处理方式，以建立更加深厚的人际关系。总体而言，这句俗语传达了在处理生活中的多样性挑战时，灵活应对的智慧。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而不是一刀切的应对方法。 这种灵活性让我们能够更从容地面对生活的曲折，以更加全面的智慧来拥抱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我们能够适应各种境况，以更为全面的视角来看待人生。这种灵活应对的智慧不仅有助于解决当下的问题，更能够培养我们的决策力和人际沟通能力，为个人成长、人际关系和。 职场发展注入了深远的启示，最后让我们反思这句俗语所传达的智慧，思考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更好地运用这一原则。通过不断总结经验、调整策略，我们可以更加自如地驾驭生活的舞台，以灵活而智慧的方式迎接未来的挑战。 这句俗语仿佛是一面明镜，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看见生活的本质，以更为从容的心态迎接人生的起伏。很久以前，有一片宁静而富饶的土地，上面分布着茂密的柿子树和枣子树。村庄的长者们传承着一句古老的俗语：“柿子树上一把刀，枣子树上一根棍。”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在这个村庄中有两位智者，分别居住在柿子树和枣子树下。老祖宗们相信这两位智者能够以树木的智慧来引导村民度过生活中的种种困境。有一天，村庄陷入了危机，水源枯竭，庄稼凋零，村民们纷纷前来请教柿子树下的智者。这位智者沉思片刻后，他告诉村民们，柿子树的刀象征着。 在困难面前，要有细致入微的应对。他建议村民们要像处理柿子一样，用心思考，精心安排，寻找节水措施和改良灌溉系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子的问题愈发严重。此时，村民们纷纷前往枣子树下的智者寻求帮助。枣子树下的智者眼中闪烁着果断的光芒，他告诉村民们。 枣子树上的棍象征着在危机面前需要果敢而坚决的行动。他提出了一套果断的计划，包括迁徙到离水源更近的地方，同时鼓励村民们勇敢地面对变革。两位智者各自以柿子和枣子的智慧，为村民们指引出两条不同的道路。柿子树下的智者通过谨慎的计划，使村庄逐渐恢复生机。 而枣子树下的智者则通过果敢的行动，使村民们在面对困境时找到了全新的机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的困境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有时候需要像对待柿子一样细致入微、谨慎应对；有时候则需要像对待枣子一样果断而坚决的行动。老祖宗的智慧不仅教导了。 村民们如何应对当下的危机，更为后代留下了对于灵活应对生活各种挑战的宝贵教训。好了，今天小 G 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如果大家对小 G 的视频有什么看法，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小 G 会尽量为大家安排。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